来，他们 gentlemen。我就不信一个堂堂蔡六爷弄不了他一个小丫头片子。这样啊，你继续给我盯着，然后呢，有事儿及时汇报给我。是。谁？借我光明与力量，去刺穿这个魔鬼的巨身。着了，着了，着了！你别过去，你别过去！我们老爷的身体说烧就烧了，那还怎么下葬啊？客官您慢用。吓着你了是吧？啊！刚才要不是我扶你，你就摔成下半身残废了。你，于老三儿，你怎么总是这么凶啊？啊！你能不能像个女人一样？能不能像个女人一样？这个脾气跟老爷们一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连我们家贝贝三分之一都不如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贝贝，我是杨思蕊，我又不是那种女人。哪种女人？于老三，你说啥呢？于老三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说话啊，不要刮着别人。平时对我你夹枪带棒的，但是不要侮辱我们家贝贝贝贝贝贝贝。什么人？你什么什么人啊？你是个不知好歹是吧你？贝贝贝贝贝贝，你知人家知道你是谁吗？我刚才就应该摔死你！我什么人啊？变态！什么人就是什么人，什么人就是什么人，什么人？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！你看看看看看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是变态呗？是炮仗了呗？行了。Oh my baby。什么人？你以为你是聊斋里面的穷书生呢？啊，美女如云，那都所有妖怪都得看上你啊！人家穷书生还有张漂亮脸蛋，你有啥呀？你看看他有啥呀？啊，一天到晚的。哎，你知道于贝贝是谁吗？凤凰院里面的头牌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，金银珠宝没见过，他会看上你？杨三儿，
什么人？人家不会看上你。杨小三，找谁？杨小三，什么人？杨小三，什么人？这要干嘛？我说错了吧？请问沈老板在吗？在。真行啊！你昨天把东西落在冯恒院了。谢谢你啊，沈老板。冯恒院的那些男人，我从来都不信，可我信你。哎呀，你跟我你客气啥？哦，对了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那个蔡六金呢，可不是什么好人啊，我观察出来了，我已经。这我知道，我不过就是为了钱罢了。钱？我昨儿不是给你了吗？干啥呀？还回来啊？不用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找你妈去啊，我大方。那个，你别担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比我更需要这些钱，你还得创业呢。贝贝，你看到远处的青山了吗？这些山连绵不绝的，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，看不到尽头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你说对吗？你干嘛呢？找山呢？不是，是谁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正因为他的不知，所以才显得那样的苍翠美丽。嗨，你看我在说些什么？据我所知啊，吸血鬼在历史上是有迹可查的。吸血鬼呢，它是源于有些人得了血液缺乏红细胞的病，他为了生存，他们不得已还是去吸血补充自己的红细胞。那有一些写小说的作者就把吸血鬼杜撰出各种各样的形象，慢慢就形成一种文化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其实吧，我觉得呀，这吸血鬼啊，不见得是鬼。吸血鬼是地狱的使者，我们教会数千年一直在对抗吸血鬼，你们没有看见，并不等于不存在。真的有这种既无形又凶残的东西吗？看来你还真的不相信有吸血鬼。吸血鬼通体是黑色的，长着长长的獠牙，只有在月光下才能看清他的嗜血的脸，十分恐怖。吸血鬼只会出没在夜中，如影如魅，杀人无声。如果被盯上边，十分危险。神父，你之前不是说，只要看到他的人就离死不远的吗？怎么又变成在月光下了？那就是因为室内没有月光。是的。先生，这不是玩笑，这是忠告。我就觉得很好奇了，为什么吸血鬼杀的都是负伤呢？吸血鬼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杀人，你们的富翁一定跟恶魔打过交道，因为吸血鬼可以满足人的欲望，作为交换，求他的人也得满足吸血鬼的要求，通常就是鲜血的代价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五鬼运财的方法，这好像跟西方的鬼文化有点相似之处。奉天的首富为什么不找当地的鬼来办事儿啊？肯定是因为本地鬼杀熟呗，不打折呀。找本地鬼那太好办了，咱们店里太多了，这不一帮穷鬼吗？吸血鬼先会诱惑别人，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欲望，
诺把灵魂出卖给他，便会堕入地狱。哎呀妈，听着挺吓人的。圣人，圣人，你们不用害怕，如今这个吸血鬼已经被我杀死了。感谢上帝的保佑，阿门。阿弥陀佛。哎，这老板弄串了。没毛病，他拜他的神，我拜我的神，保佑我们发财。我们不想再当穷鬼了。神伯，敢问你是如何制服吸血鬼的？对不起，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不传之秘，也是我们和上帝的千年契约了。如今我已经把任务完成了，我很快就要离开。总之啊，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都很感动。哎，没事。我怎么发现你脸有点黑啊？你需不需要一点美白粉底啊？好啊。你猜？好像没什么变化，要不再来点？哎，来了吗？你再猜。表情好像不太服气呀。我不是，我就觉得他那个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三元，人警署找来了神父，神父把这事摆平了，皆大欢喜，这不挺好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一上午什么人跑哪去了？他一上午于贝贝就来找他，出去有一阵儿了。哼，有异性，没人性。哎，行了，干活去吧。老顾，干活去。嗯，好。走。葫芦，咱俩干嘛去啊？上后院晒太阳了。走。爸。三元神探，你不觉得这个时间？神父出现，有点太巧了吗？说什么？你说的有道理啊。贝贝，那个，实际上我想好了，以后有我保护你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好，贝贝，其实有些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好黑呀。你那个整白那玩意儿，还有没有再来点儿？那你自己来吧。哎。那神父穿个大袍子，大白天鬼鬼祟祟干啥呢？那是。神父，他是干嘛的呀？抓吸血鬼的，听说是。这昨天都抓了一个，这是干啥呢？我想起来了。啊？我昨天晚上跟你聊天那会儿，往窗外看，我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蝙蝠，我正奇怪呢。这神父穿着打扮，跟那只蝙蝠还挺像的。啊？
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，什么时候交钱？我们老大自然会履行诺言，放心吧。那他人呢？老大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很快就会过来。这人我好像见过，是谁的手下来着？我就想不起来，我突然都卡着了。蔡六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 来，你走进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不到你。你说这句话，我不跟你犟。啊！贝贝呢？哎呀，臭小子，原本没打算对你怎么样，知道吧？ 可是我看你贼眉鼠眼的，我就不知道你暗什么样的心，反而招我的注意了，你知道吗？还睡着了，心真大，血稠啊！放心，我不会对他怎么样啊！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还有一笔大买卖，得需要他帮我才能做成。本来呀，我还拿他有点费劲，这回好了，有你这个姘头在我手里，他能走到哪儿去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。 小黑，不让，小矮，不是，都不准你。哎呦，黑，你要敢对贝贝做什么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呀，这家伙的用情挺深呐、啊，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对他怎么样，但是我不敢保证。<笑>那些日本人对他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<笑>还有日本人的好。<笑> 当然有问题，果然是这样。把嘴闭上！咋的？天黑就看你飘个眼，我害怕了。我包上。别怕，哎，我就合计了。 一贝贝得说这个人长得也够可以，他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个人呢？我是个好人，但是你不知道吗？好人一般呢都下场不怎么好，<笑>是吗？你上百度查一下吧。但我也是好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好了啊，是。你要敢对一贝贝怎么样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 给你晒脸，给你晒的，你这么说还回来了呢？我本来都走了，好好的，该不该？该不该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小娘们如果听话，我还能让你俩尽可能的死在一起；如果不听话，你就做梦吧！你瞅你打你左面脸，你右面脸都直掺的，这一身大肥油，你说这你看好了，是我祝你下辈子还黑，我就黑。 哼！哼！哎，沈父，你这是要走吗？哎，是的，我要跟梦琪他的集去捉鬼啊！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帮助与支持，告辞。别走啊，沈父！着什么急呀？快点呀！沈父，嗯，你说啊，你来这么久了，我们连顿饭都没请你，不行不行，不是，就是啊，你可是我们奉天的大英雄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感谢你。我感谢见到。奉天最有名的是什么？
油条，咱们吃完了再走，不能拒绝，给面子。我真的不能吃，我赶时间了，必须要走。入乡随俗嘛，你不能辜负我们一番好意啊。老顾，还等什么？上油条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不，张嘴啊！吃吃，来一口，好，好，再来一口啊！师傅，抱歉，你得晚两天再走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奉天城又出现了一起吸血鬼杀人事件，你得去看看啊。吸血鬼又杀人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啊！我刚刚接到报案。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耽搁，我必须要走了。神父，神父，现在媒体已经报出去了，说奉天城再没有吸血鬼，现在呢又出现吸血鬼杀人事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没有把它消灭掉，大伙会议论，对你的名声不好啊。那我带您去现场看看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我晚一点我去看看，但是捉鬼这事儿就等到明天好吗？好，听您安排，有责任有担当，这才是有信仰之人呀。咱们奉天城有福了。哈利路亚，明天捉鬼。今天是不是没事啊？吃油条吧。你在这看着啊，我去撒尿啊。老实点。好嘞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真的认为那个神父有问题啊？老顾，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最近遇害的几位富商都是爱国商人，尤其是奉天首富，更是个颇有胸怀的人。我们奉天生产的火柴也是打破了日本洋火的垄断格局啊。如果说他有什么仇人，也应该是日本鬼啊，怎么西洋鬼也恨他呢？还是老顾看得透彻。据我调查，这几位富商声誉都很不错，被誉为商界的民族英雄，所以说他们为了求财去跟吸血鬼做利益交换，这本身就不合理。三元呐，那按你的意思，杀死首富的那应该是日本吸血鬼啊，
不对，根本就是日本人在捣鬼。小三儿说的对，我们一开始啊就被所谓的神话传说什么的给误导了，忽略了案子本身应该注重的线索。要不行，咱们削那个大雅克神父一顿吧。不行，不能轻举妄动。按照这个纸条上面的说法，沈老板很有可能在他们手上。可能沈老板是无意之中发现了他们。哎，这纸条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大家注意，请看这里。哎，大西，干嘛呀你啊？不是说正事儿啊？这纸条你看出什么了？哎，香粉味儿。没错。来，这个味道怎么有点熟悉啊？对，这个味道之前在于贝贝身上出现过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必要去找一下这位于贝贝小姐了？老朱，哎，得辛苦你一下，演一出戏。好，无论是剑客、侠客、卧底，还是大英雄，我都会演得淋漓尽致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啊，演个尸体。请小心。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，我仿佛在朦胧当中感觉到了。那是疼啊！快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对不起。抓！哇！葫芦，帮我看一眼。脸没事啊？不是，我说发型。哎呀，卷儿也没事。你个死洋鬼子！你是不是跟我玩套圈呢你？哇！大杨哥啊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你干嘛大半夜的？自己一个人跑这儿来呀、啊？全套，我就冲你们的全套！你们就是一帮骗子！我看你是喷壶吧？呸呸呸呸！你刚不还套圈来着？你要说我们是骗子呀？从见到吸血鬼的那一刻，拿出的是水桶，而不是十字架，就说明你根本就不是神父。骗子！快说！首富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说，我就不说。不，我这个我说跟我没关系啊，跟你没关系。要我说呀，跟你关系大。就你装神弄鬼那套抓吸血鬼的把戏，你就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。你干嘛非要坚持第二天才肯去做法？那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你要提前去布置现场吗？把磷粉涂抹在尸体身上，再拿黑布蒙好。第二天你做法的时候，拿镜子一照，磷粉就会燃烧，让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你是神的使者。可其实呢，这就是简单的科学道理而已，没错吧，大秧歌？那你刚才涂抹到我身上的是不是磷粉？哦，还能着火？嗯，怎么着啊？磷粉的燃点很低，只要光照一照就会烧着的。啊，用光照？哎，这灯光算不算？算。哎，哎，热了。哎，着了，着了，不，很神奇吧？啊，你看多好玩啊！快！葫芦，我是骗子怎么了？我就是靠尸体去骗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既然在我们调查取证之前把尸体给焚烧了，就说明你一定要掩盖真正的杀人线索，而那个杀人凶手就是你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来，这是不是一直你苦苦寻找的本子呀？会在你这儿。我杨思蕊虽然不懂英文，但是我偷盗技术可是一流的。老郭，哎，来给翻一翻。好，我先看看啊。这个本子好像是杀人的路线图啊，这些红色的地点都是你杀人的城市，奉天刚好也在里面。之前那些红色的标记，三元兄也都查过了。嗯，
这都已经发生了爱国负伤被吸血鬼杀死的惨剧。哼，杀了人之后伪装成神父，然后毁尸灭迹，杀死不存在的鬼。哎呦，太完美了，这样你摇身一变成为大英雄了。喂喂，你放开他，高强，这一跑呀，怕是追不上了。小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我杨思远是谁呀？我闯荡江湖那么久了，追呀，都快追呀，跑这帮人太笨了，哎呀，居然还才发现了，哎，这世界哪有鬼啊？他们还真信，哎。啊，谢谢。赶紧找，不然六爷饶不了咱们。后台，在后台，后台。走走走。这时候我怎么能笑呢？贝贝呢？赶紧去找贝贝啊！我告诉你，蔡六金那小子，那个王八蛋，他就想让贝贝啊。别急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都知道了啊！你们都来了。是你传讯通知我们的。莫人呢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他为了让我先逃出来，被蔡六青抓住了。你们到底做什么了？为什么要抓沈老板？我们发现外国神父和蔡六青是一伙的，他们都在为日本人效力。蔡老板，蔡六青来了，你们快躲起来。妹妹还没收拾好呢，就没收拾好的时候才好看呢。哎呀，您看您看，他真没。讨厌死了！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沈老板都在你手里，我能不考虑好吗？这就对了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！你算开事儿了，明白吗？如果说这次顺利的话，可以把情报顺顺利利的卖给日本人，啊？再干掉奉天城这几个麻烦人物，以后奉天城和东北那就是我的了。看着我身上带没带着气质，看六哥身上。对。
你们咋找到我的？你以为我们好过呀？啊，我们都忙什么样了？你看看我们几个造的啊！我最惨，你看，这，妈，这咋整的？还怎么整的？神父，啥那个叫什么粉呢？磷粉。磷粉呐，见光就着啊，四根胸毛全烧没了。哎，我们得知啊，那个走狗跟日本人约好了子时见面，我们已经想好了计策，但是实行计策之前，我们要先保证你的安全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先把那个神父给铲除了。哎，也不知道那个神父怎么了，被什么东西吓着了，他瘫在路上，我们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，我们就知道你下楼来找你了。子时啊，这差不多快到了吧。哎呵，你行啊，你会看呐。猜呗。呀，那咱不能让他计划得逞啊，咱们想个什么招破他呀。人在江湖飘，只要演技好。都知道了吧？所以一会儿啊，你得给我演好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演个汉奸吗？对，我照着你的样子演不就行了？这什么话题？贵客到。来了，来了。嘿，完了完了，齐了我了。豆总，豆总，嗯，哎，老板，刚来怎么让我们走呢？都坐，请坐。啊，豆啊，啊，哈哈，蔡先生呢，有一份绝密的情报，我想你们日本方面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事情是这样的呀。张大帅呢，曾经得到过一个包裹，里边放了一个盒子，这盒子据说跟一笔价值连城的宝藏有关系。帕金森。勝手に内胆を開けられないよだろう。開けたら、ヘッドリクルして脅かしてやろう。はい。他们说了半天了。啥意思啊？我也没听明白呀、啊。他们不会把我们看穿了吧？知道我们是假的吧？我好紧张啊。随机应变。然后呢，就为了追查这个盒子，就追到这儿来了。谁想到了，突然暴毙身亡。哎呦！后来我就琢磨了啊。这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奉天大饭店，特意为这事儿，我和于小姐亲自去了一趟，发现那儿啊，所有人的状态都不对，个个贼眉鼠眼的，没有一个好人。如果说我们能够合作，能够联手，我想一定会开创一个美好的前途。喂，给你了，全阳大人，我希望在您那儿能得到除了钱以外的东西。老大，先把箱子打开看一眼。日后一旦事情败露，有人要追杀我的话，希望能得到你们日本人的收留，能做日本人的朋友。
穷光蛋，咪咪咪，啪啪啪，我不是穷光蛋，啪啪啪啪啪，我是个穷光蛋，咪咪咪，啪啪啪，谁是个穷光蛋，啪啪啪啪啪，光蛋不怕穿鞋的，说干就干，先准一百年，乱世那个出英雄。说干就干，瞎干一胆，新人他生骄人儿啊！说干就干，风水轮流转，被拍在沙滩上。那一天我没有悲伤，我是个穷光蛋。穿长过情意担当，借古通今一声笑，啊啊，儿女情长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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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是个穷光蛋，瞎干一胆，我不是穷光蛋。